家好，我是常怀，今天又来玩贪婪兔，今天又有一个实况组来了。要找我去医院找我，去医院就找到我了，很好，开始。去精神病院。台中医院。台大医院。不是青山医院吗？你笑料啊，青山医院你开啊。哇，两只羊围攻我。耶、yeah, 伤害不到我。哇，不要。电死你。怎么玩耶、yeah, 赢你就够了。赢你就够了。长魂闹脾气。那个怎么那个狼披着羊皮的狼。啊不能让你赢啊 ,shit, 你干嘛丢那个东西不要你给我回来为什么这个哦电死你啊不要你就够我这一场输你我就唱出赢未来的消失你唱到再讲啦哎哟Yeah. 你看我就讲至少我拿第二至少我拿第二我终于在你的影片里面 有第一轮第一了哈哈哈不能让你赢电一下你给你精神百倍打一下你给你精神百倍你回来了你赢了不要吸我啊你不要缠着我你不要贴着我你走开上面那个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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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那个耶耶下面那个上面那个干脆我要拿地你们不要阻止我你这个死宅包怎么用喷射背包走耶哦没有power这次要靠实力啊来啊 No 我的 power 贴着你跑这么你变得比我慢了耶我赢了你就要想杀我射中你了我杀你耶第一名新手哪里有欺负新手哇你不要射我干嘛塞、啊、不要你滚不能耶哇我飞去另外一边好啦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喜欢我们的影片 Like and share 咯拜拜